头特种兵。接着，给我，快给我！这边，这边，给我，狗熊，这边给我，快给我！哪爷，有本事你就把钱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哎，真笨，再不还我，就跟我不客气了。好嘛，快还给我！咱们该回家了。哦，走，真笨，还给你。讨厌！真是太气人了！两头狗熊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哎呦，哎呦，好疼啊！连你跟椅子也欺负我！哎。什么东西？小熊熊，你们等着瞧吧！我操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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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讨厌的小熊熊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呀！熊二，咱们还是分头找吧。哦，好。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小熊熊。哎，是光头强呀？难道你还嫌被吓唬的不够吗？那你就再吓唬吓唬你。熊二，熊二，俺来了！熊大，救命呀！来得正好，看灯！这个光头强，呀，看拳！我躲，居然躲过去了！再来，严峻！他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光头强，去！练习之后果然不一样啊！好疼啊！还是先撤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接着走！你，小熊熊，有本事别跑！竟敢咬我！现在知道我厉害了吧？救命！叫啊，小熊，继续叫啊！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。
哎呀，伯母强守着熊二，咋办呢？哎，喂，啊，是我是我，我是光头强，是是是。哦，对对，是我跟你们动物园联系的。啊，我想卖头狗熊给你们。啊啊，那好那好，呵呵，那明天来取啊。嗯，再见。啊，明天就要把熊二给卖了，咋办呢？咋办呢？得快点想办法把熊二救出来。啊，特警训练课。啊，明白了，怪不得光头强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，都是因为他最近练习了这些东西。嘿嘿，有办法了。哦，哎，晨练开始了。哎，我都可以参加奥运会了。啊啊啊，幸好我发型没乱。讨厌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，这么倒霉。嗨，光头强早啊，尝到俺熊大的厉害了吧。好你个小熊熊，竟然还敢来，这回你可别想跑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来呀来呀。看我的宇宙超级无敌大铁拳。看，俺给你换了个新沙包，喜欢吧？熊大，看我怎么打败你！舒服吧？熊二，熊二，啊，你咋吃起来了？是光头强给俺吃的，他说让俺多吃点，他好卖个好价钱。哦，反正不吃白不吃。赶紧走吧。哦。哎，熊大，你确定打败光头强了？那是当然了。不知道。你们这回跑不了了。这可是我最新的武器，霹雳电棍。乖乖投降吧。还想跑？我电。熊二，嘿嘿嘿，忘记告诉你们了，这可是伸缩型的。这下轮到你了。来，嘿，打我，唱，嘿，嘿，耶耶。不要说我光头强拿武器欺负你。现在让你再见识一下我光头强的厉害。熊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他的生命力啊比蟑螂还强呢。咱走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？点穴功。相传有门秘术叫做点穴，以手指击打人体穴道，点穴高手更是能借此制服敌人。点穴的最高境界就是千里之外瞬间将人点住。嗨嗨啊啊啊啥都没发生嘛，吓一跳。哎，老哥，你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不会又在吹牛吧？当然是真的啦！你们听我说啊，小镇的山上真的藏着一本点穴秘籍，可是谁也没有找到过。要是真能拿到秘籍，练成点穴神功，那就无人能敌了。点穴秘籍？点穴秘籍？哼！小熊熊走着瞧。又累又饿，这要走到啥时候才能到山顶呀，熊蛋呀。熊二，你居然抢俺苹果，快还给俺！还给俺！不给！怪不得你不客气啊！不给！还给俺！哎！哟哟！还给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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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哎，好累呀！哎，哎，小熊熊的脚印。哎，不许吃！经过山巅。寻秘籍，啊，找到了！有了这本秘籍，咱以后就不怕光头强了。是呀，是呀，没错。熊二，换苹果！哎，还俺苹果！上当！俺爹！俺爹！哎呀，秘籍！秘籍！谁？咋回事呀？小熊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啥？光头强？咱趁其不备夺回秘籍。哎，好，冲啊！你看招，小熊熊。砍的泰山压顶！熊大好样的！熊二，快拿秘籍！秘籍，秘籍，秘籍，俺来了！那是我的，去！秘籍是我的，嗨！熊大，俺拿到秘籍了。熊二，快放手！光头强，往哪儿跑你？跑！秘籍是俺们的啦！看谁快吧！熊大，俺的脚被卡住了。没事没事，俺来帮你。
好好。嘿嘿，你们慢慢玩吧。终于拿到了。你们这两头讨厌的狗熊。好险呀，还是快点把你弄出来吧。居然想困住我，做梦。自由了。这就是秘籍啊，快打开看看。哼，看招。哎呀，好，秘籍。嘿嘿，都别给我动。想跟我抢东西没门儿。糟糕，没子弹了。熊二上。好，就用这招。我点。哎呀，俺的眼睛呀。熊二往左。哎呀，哎呀，俺的眼睛啊，怎么还能动啊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得到秘籍。熊二，好，好，这次用第二招。我点。成功了。嘿，快跑啊！嘿嘿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哎呀！熊二！啊！真是一门神奇的功夫呀！不好，先藏起来！小狗熊。这样就能逃得掉了吗？咋办呀？太天真了，等会烟就散掉了，快想办法。我点。哎呀，我点中了。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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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舞还不会跳舞，不会跳舞，不会跳舞。难道我点中了他的跳舞学？先假装被点中，找机会打败他。小狗熊跳舞跳舞跳得真滑稽啊。是正面扑过去还是后面突袭呢？小熊熊跳舞跳得太滑稽了。好机会。哎呦，小熊熊早料到你会来这招了，每次都来这一招，早就没用了。哎呀，这下没法子了。这个好玩，哑穴。熊大，看招。没事。怎么会没用呢？换一个试试。点。怎么会呢？哪里弄错了？我点。怎么回事啊？注意，此书纯属搞笑，请勿模仿。谁跟强哥开的国际玩笑啊？两位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其实我也是跟你们闹着玩的。是你才怪呢。
原来什么点穴秘籍都是骗人的呀。臭豆腐。说来呀来呀，二弟，你们咋都愁眉苦脸的呀？翠花生病了，整天不吃不喝呀，杂技团歇业好几天了。啥？翠花生病了？好，翠花的机会来了。翠花，翠花，你没事吧？翠花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你们呀！俺听老婆说，你整天不吃不喝呀。哎，来给你做好吃的，翠花。我吃不下。哎呀，翠花，你一定要吃东西啊！你这样下去不行啊，给你说。哎呀，哎呀，俺去给你准备吃的啊。气人的熊二，哎，翠花，俺也去了啊。哎，不用了。拿回去吧，我没胃口。哎呀，翠花，你不试一下你咋知道呀？你看，哦，看上去好美味呀，让我来闻闻。啊，就翠花，还是来试试啊。放那么多辣椒，还不快吃呀！给我出去！翠花，你还没尝，还不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，咋办呀？翠花一定可讨厌俺了。要是她以后不理俺，那可咋办呀？哎呀，咋办呀？咋办？你干啥呀，熊大？你没看到俺的小问题吗？那你想到了吗？熊大、熊二，你们在这做什么呢？哎，狼啊，你知道翠花最喜欢吃啥吗？狼啊，你有在听吗？是臭豆腐。看来得自己做了。可咋做呀？臭豆腐得臭呀。哎呀，首先是嫩豆腐块，盖上板子。那然后呢？熊二，你去找个重物来。重物？啥叫重物呀？真笨，重物就是很重的物体啊。很重的物体？哎，就是很重的物体呀。你咋这么笨呢？就会添乱。哎，这回终于好了。这个豆腐干是好了，可是去哪儿弄卤水呀？这卤水我有啊，可以借你用用。来了来了来了。看看我的陈年卤水怎么样。好臭啊，好臭呀，太臭了，太臭了，太臭了。这是臭豆腐的味道，好香啊。老贺，这卤水比厕所还臭啊，这咋做的呀？这个是秘方，不能外传的。这也是秘方。天哪！好臭啊！这成功了！哎，快炸了尝尝！噔噔噔噔，咋样？哇！这看上去就好好吃呀！看你们弄得这么辛苦，我就勉为其难先帮你们试吃看看吧。怎么了？咋回事？小熊熊，给我出来！我们来决斗。光头强，这个光头强竟敢打扰我吃臭豆腐！
小熊熊，今天你们是跑不了的。谁怕谁呀、啊？哎呀！你们这也太笨了，就去跟我的机器人战斗吧。哦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味道还不错嘛。肚子好疼啊。哎呦，难不成两头狗熊要害我？奇怪，哎，这光头强咋变成机器人了呀？那个，你们是来买臭豆腐的吧？你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这儿还有最后的几块，就送给你们吧。以后你们在这小镇上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臭豆腐了，我云记臭豆腐要搬家了，我要去城里发展，冲出小镇，走向世界。人呢？翠花你在不在？这次俺们带来了全镇最美味的，而且是限量版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臭豆腐。哎呀，别烦啊，没看到俺忙吗？翠花你的病好了呀、啊、我不过是小感冒而已，早就没事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给你带了最爱的臭豆腐。好臭啊，好臭啊！我怎么会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？快点拿开！这就丢了，丢了！那个老鹤居然骗俺们！我可是淑女，淑女怎么能吃这种东西呢？光头强！讨厌的小熊熊，你们居然拿臭豆腐害我！那是你自找的吗？你们还笑？我不惩罚你们，我就不叫光头强。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吵啊？啊！谁干的？大师！大师，赶快去救救熊大、熊二他们吧！光头强正在追他们呢。光头强？咋办呀，熊大？抓住你们了！看你还来捣乱！对了，熊大、熊二哪去了？咋回事啊？啦哩个啦，啦哩个啦，啦哩个啦，不好，赶快躲起来！老鹅，救救俺们呐！救救俺们的老鹅！老鹅，俺们出去！熊大、熊二他们怎么在车上？这个方向是城市，难道他们想到都市里去打拼一番？一定是这样。再见啦！你快来救俺们呀，老哥！救俺们！我会替你们转告翠花他们的。俺们才不要跟翠花分开呢！
年轻真好啊。啦哩个啦，啦哩个啦。